头法令箭将起个凤林箭，抗议都有六项五卡加，这共系法令箭个卡加冲进。有钱没有权，居民村落户得到丰富个文化资产。你控制信念得到国际梦想引进，系台湾挑战个梦想。每下都东东人去到凤林体验有雅个慢生活步调。凤林梦想十年，都带两个小镇有内调变化。居民对梦想的认同就改变了。听的记者宋静娥、冯若文前进梦想凤林。花莲凤林是东埔有最多养料的所在，天气本舒服，也价格是黑种养料最多的其中一个所在。秋笋早就看不到养料全养料叶。农白绿下种养的，乃是料块养的为主业，市民堂还是带来的行业原件事，讲起几十时间的情形。我们是把这铁管烧得红彤彤的，它产生的热能用八天里面维持72度，才能够把这10层楼架吊挂的800串烟草，利用这时间来把它用烘干的。市民堂同时利用燃料空间，本人来体验做演员版，来搞应用来做跳虎机黄皮匠。知道它是什么吗？跳西鼓、闽曲，2天我就能够把你教会了。好好利用老祖公留下来的文化资产，每有人囤燃料，赚钱来开闽秀。我们里面也有保留一些以前的石墙啊，一些。木头啊，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这些对烟楼有兴趣的游客来说是一件蛮有吸引力的事情。中华都整体的主食素板归家，藤藤秋草后一片草药。李家村唔但止吞下海开嘅面熟接下来，就连传统未强下接下来做，甚忙推广起咖啡客家风味料理。那最主要就是我。阿婆留下猪脚，那这个味道是我们传承到现在已经第3代了嘛，那我们猪脚在我们店内就是算是招牌之一。后场的接下事业每个小编加快加比汤，其中结合客家风情的擂茶加比归属面分享，李家村十万开发新东西，就是爱糖度晚上风力来经营它，会留下归城的印象。我觉得拿到曼城这件事情是，凤林在自然而然产生慢活，或者是所有它的标准在，我们在正常生活情形下拿到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我们去慢活啊，但反而对观光或者是没有来过凤林的人会觉得很好奇什么是慢活城镇，然后我觉得会吸引蛮多游客来的。太快有翻过三年，客家人口比例卡为635个家的花莲凤林小镇，文化资产够丰富。同时研究讲起松树子、高中故乡，二零一四年五月的拿到国际曼赏认证，是台湾头一的曼赏小镇。就按呢，开始的台湾民众对曼赏的认识，同时没想到一群对曼赏各有心特别爱客去到凤林。它基本上它就一个无形的素质的提升，我是曼城凤林台湾第一个国际曼城的小镇，那当然也会因为这样的品牌的营造，会有很多的游客愿意来这里来看一下，来走读一趟。安尼加入曼赏，对凤林有让凤擘开，对于凤林镇的一个推展的一个要极力要拓展的一个观光。当然在地方的品牌形象上面，它是有一个绝对加分的一个注意的效果，因为毕竟可以绝大多数的百姓对于曼城还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熟悉，你不能讲它是深入，至少它是知道。芙蓉基金农会是台湾最早生产天然的农会，凤林是系国内黄皮位其中一个主要生产区，甚至超过一甲子的凤林天然加工厂，每提十批出口进行过后，推出曼赏品牌的天然。我们把这个图腾加入到我们产品，说真的，很多消费者很好奇，也
也在我们网页哈 ，FB 里哈很多的回响，就是说，哎，怎么这么可爱的一个造型哈？那我们说真的，我们也跟他分享哈，就是国际曼城这个故事哈。唔单止曼城头呢，农飞还推出了曼城面，一头就看得出来，曼城头丰年人的情感厚度有一天长度的认同感。曼城在台湾的花莲的认同度跟知名度都很明显的提升。那因为近期有做一个东华大学来做一个问卷，那其实可以从民众的问卷填答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几乎曼城是所有民众都知道，而且都认同，然后也觉得他做得很不错的一个认同的品牌这样子。伊人伊新人丰年系头一代拿到国际认证的曼城，希望打出一种同都市生活节奏和强调韩国提升品质的一种生活方式，提案好的蔬菜，好好的工艺的丰年曼城新人的地方方有两个嘅改变咯。如果 detail 外边先看哈，差不多我有几多 detail， 外边看哈，比如讲。你要骗绑一条，你要骗绑一条，哎呀，看今年呢，今年买产量太弱的会有几多哎呀。钟顺良是系春季中大病的后生的，因去人浪半夜回去家乡种番条，推款打造新店面，对传统观众番条增加到番条汤、番条酱，并纪念加到新的新品。回到家乡15年的伊观察到丰田曼城廿四年。唔单止甲普通人认同，许多家乡也喺西罗亚被搬落到呢个未变到位。曼城新面哎吼，偏发太部分的人，慢慢的就认同这样的安样的事情，因为介后生人就了了较转来，状态较多，了了几年哎样，有认同安样的事情。在几台前上社团木制笔高腰，而是专门做手工木制笔的合作笔，对台北回到亚外的故乡丰田乐错，推广手工做木制笔的手艺，韩国城市文化。按党建来，每本人来做田野，希望大家发现城市的奇妙，来感受花莲天天的工业的优越好味。当到丰田可能定啊，就了到东西五个。那就因为他就玫瑰了耶，就以色列就世界动作猥琐的英文来，来的期间我就都介绍了啥猥琐，哦，跳牌很用半天，哦，了啥猥琐，我看到我跳先的山又不会山，还蛮会山，我那就水又去好了啥猥琐，英英去好了啥猥琐，英英跳做结构很能办到的，了是动作历史的文化底蕴。我用心天天地作出洗盆仔的献礼，自玉泰安东进来能晒到丰田去。而这款扭扭的杂的盆仔，而且为改家己冬肉植物，一路看见屯移民村时代的萝卜的摘下来，整理做卖传统的蔬菜。希望本人来到晚上，不用轻松来感受植物盆仔屯萝卜的有级别的。我又喜欢餐饮。这就是把我的生活分享给大家，邀请来这间古宅坐坐，喝杯咖啡，喝杯茶，度过个悠闲的下午。这十年来凤林曼城的意象还有这个生活的标志，应该是慢慢的让地区的人自己在内心有认同感。你如何生活的有品味，你如何生活的有目标。五方滚蛋！五方滚蛋！捍卫家园！捍卫家园！反正生活品质就是曼城菜天地一定重视的事情。2012年北丰太仓计划按业到丰田顺延体开血液厂，卖到乡亲看闹不了。前个月见面，行上街路抗争，丰田杰拿出国际曼城的好名声，爱党唔跌动的开发，保护家乡环境。对，我觉得曼城是一种力量，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给公部门的一个光环。但是呢，给光环的同时，也给它一个前置力。我们人民并不希望不当的开发，那它就会去紧缩。那我觉得这个是曼城的这个认证的一个小力量。那我觉得这个在普丰的时候就意外的，没想到就是很多的
抗争的民众啊，就提出来说我们是曼城，我们不要这种高污染的虎峰来这边设厂。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我觉得曼城用他的人民认同的力量去改变一个不当的开发。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凤林镇的人民那么淳朴的一个客家小镇，所有的人都一致起来抗议。当有人要号召起来要反捕风的时候，当然，反对者他可以诉求的最高境界当然是拿曼城，拿我们的很好的一些的凤林的风土，我们对环境的保护这一点来诉求，它是最有利的。在反捕风那时候，我觉得大家都站出来，我觉得大家很重视的就是生活的环境，对，然后我们不想要生活环境被破坏，所以大家那时候团结一起站出来，那个力量真的很强，这样子。在台湾投入的曼桑强子，凤梨曼桑基金事件呢，不过详细来看，要向前一位内部的联络该欠缺。长期款待外客的市民堂就用镇内的观光做理解，讲地方店家业者各做各的，无嘛合作。指引介绍他们该怎么走，该怎么玩，但是这个就仅限于民间团体或者私人的小组织，住在这里的住民哦。那公部门在这个曼城的认证里面所扮演的什么角色，这倒是蛮玩味的。在花东地区的优势就是自然环境，你如何去经营，如何去感受，我的日常是你的稀缺，你如何去珍惜这份稀缺，这才是我们曼城需要经营的一段。那相对的很多的事情应该是由地方发起，公部门可能要负责推动或者是协助。我觉得不管每一件事情在推动的同时，要集中小店去做串联本来就不容易，所以还是要借由相关的单位啊、政府机关啊来推动，然后引导我们。因为毕竟像我们这种小店，我们可能平常连吃饱都有困难了，我们哪有时间再去推这些东西。事实上整体性我们曼城在台湾国联盟里面还是我们乡镇的自发的自主一个行为，我们并没有专责的有内政部的专门的一个指引啊，甚至说我们甚至成立一个有上级固定的一个指导的一个规模。端赖以轮值主席，他愿意为我们曼城这个组织在台湾区里面他有多少的实际的作为。我想说这一点，当然身为凤林的台湾省第一长曼长的乡亲哦，啊，亚店是在很多的场合里面，我们当然可以很自豪的，我们凤林是第一个。但是我们第一个呢，以后呢，这个都还有很多很多人啊，不只是公所，我们也希望有志工的力量，我们也希望有社团的。公司部门运用的强下合作，后本丰田家乡办过好，无论是古好拥有的生活环境，也是屯传统文化留下来，也都就包含在前线地方国际曼桑支票当中。认真来看，如果到是丰田成为国际曼桑之前就已经在做的事情，台湾投入的曼桑的下一个时间运用的行动，他们就是无论用的边用本本的信仰和价值，快速行动下去。